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双恩。那白领守约非常帅吧？如果你也喜欢白领守约的话呢，有一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，有一位叫暗夜的网友呢，寄了以下图片给我们，你们可以暂停看哦。那以下资料呢，是在传说对决体验服找到的，也就是说呢，在传说对决未来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几率呢，会推出白领守约。那一开始呢，我们先来这个红哦。我们在计时器呢30秒的时候就发射子弹，没想到一开始就展示了一个二技能。我们来说说白领守约核心哦，在开头呢非常热血的进化，大家是不是觉得他的狙击非常帅，感觉好像是他核心？其实并不是哦，白领守约呢真正的核心是他有非常高的生存能力，甚至呢他大部分的输出是来自他普通攻击。而我们的二技能呢，当然也是我们的招牌，非常有特色哦。二技能主要用来消耗跟收割。那这边贴身选一个二技能，就这个普攻，是你击杀敌方的庄周。庄周呢也是传说对决的查格纳尔。那非常感谢呢一位叫 I am Songran 的朋友送给我们这个造型特工魅影。主要是呢在王者荣耀我们是没办法出资的，真的非常感谢送造型给我的你们。我们继续来说把你所谓的技能组哦。刚刚我们说到白领有高生存呢，主要是一般的传统射手呢需要辅助帮忙看视野哦，而白领所谓的一技能呢可以插三个眼睛，我们是可以自己做视野的哦，所以呢变得没那么依赖辅助。然后就是我们白领的大招，大招使用的时候呢会向后跳哦，同时增加我们的跑速，是一个非常好的逃命跟保持距离的手段。另外呢，白领所谓在脱离战斗并且靠近墙壁的时候呢会隐身哦，并且呢最高提高 30% 的跑速。那反正呢身为射手或者身为白领守约呢，记得的第一大原则就是死人是没有输出的。你可以二技能可能没那么准，反正熟能生巧嘛，你练久了也会变得越来越准。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自身的观念了、最重要的观念呢就是团战中我们如何不死，并且在安全的距离呢最大化输出。另外呢，身为射手 carry， 在前期如何发育浓精肌呢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。这边悟空问：砸的桑塔呢？看到我们的桑塔已经被推掉了。而我们的桑塔呢，是叫狂铁哦，是一个新英雄。我实在没看过他的技能组，毕竟我们也没钱买哦。印象中呢，就是一个近战非常痛，而且会击飞的战士。这个地方冲过来的那次呢叫金科，也是我们改版后的刀锋宝贝。那下入聚集的三四个英雄我们就消耗一下他、等兵线来的时候呢以清兵线发育为主，如果能够一直吸引敌方的能力过来呢也是不错的，这样子我们其他路的队友呢就可以争取机会做他们该做的事情。另外我们二技能的聚集呢，他需要蓄力满2秒才可以直线射击哦。那这边顺利聚集敌方的打野金科，如果觉得这波击杀666的话呢，请在下方留言666。我们继续送我们的二技能哦，如果没有蓄力满的话呢，他会随便乱飘。那像这样呢就有射中哦。二技能呢会穿过小兵跟野怪，然后命中英雄的话会停止。这里我们就直接走前去输出，使用普攻，然后晋升一个二技能普攻，顺利击杀敌方的阿杜恩，然后再一个普攻收到敌方查格纳尔。这边我用比较熟悉的方式呢，传说对决的方式去称呼他，毕竟王者荣耀的名字呢我还没办法全部记得，请大家多多体谅。那这边注意到名字旁边呢有一个勋章，
这个勋章是证明我们是全场杀最多人的意思，一个杀神的概念。主要敌方的刀锋马杯已经隐形了，我们赶紧拉开距离。那如果铭文的部分呢？由于我们的铭文是非常不齐全的，只有大概3-4等，因此呢，我们也没有放出来。但装备呢，你不然看见哦。我们第一件出装呢是龙骨剑，然后呢是我们的破阵跟王子之间，就是雾川跟纯粹的物理攻击。这边补个二技能，看否击杀。那不得不说呢，敌方的查格纳尔走位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再一发二技能，顺利把他带走。我觉得呢，敌方的庄周也就是查格纳尔，他的观念跟走位呢都相当不错的。而这一局呢是我们的排位赛，当然王者荣耀也刚刚进入季初，排位刚刚重置哦，所以现在实力呢可能有点参差不齐，就像原本的 S 牌会遇到原本的 B 牌一样。这边现在进塔了，我们展示百里的另外一个优点，就是点塔非常快。我们的阿兹卡抓的敌方那塔呀，用普攻把他击杀。在王者的法师呢，像那塔呀、阿兹卡都非常强哦。使用大招拉开距离，注意到敌方的刺客。哦，刚好被这查克纳尔挡了我们的子弹哦。本来是我们想要聚集敌方的射手，先利用普攻所有敌方大象。那这边找到敌方的刺客，我们跟上持续普攻输出。趁使用大招拉开距离，瞬移躲敌方刺客的击杀。我不太知道敌方刀锋的技能组哦，我只知道他会瞬移，而且从背后打人呢会暴击，伤害非常的高。保护我方，黄铁。那注意到呢，那个影子是红色的，代表他隐身在附近哦。如果他敢现身的话呢，我们二技能补大招普攻就能把他带走。把兵士清掉之后呢，附近也过来吃一吃。把我们水蓝跟竞技一并拉起来，当然呢，把你的清一兵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。但我们的瞬移呢，冷却还没好哦，因此我们就不要去入侵敌方，不然我是想要去偷个野怪哦，顺便放个陷阱来看视野。你可以注意到河道上呢有3个蓝色的点哦，那些都是我们的眼睛。巴黎的守约呢，应该是可以看到隐形英雄的。那这边第一枪命中敌方的鲁班，他们的勇再一枪，哦，刚好被他们挡了。那这边追到纳塔亚呢，我们马上使用大招。如果刚刚被晕到呢，会直接被秒杀、哦。这个游戏的法师呢，伤害非常的高。那打赢这波小团呢，我们试看来推个防御跳。感觉是退不掉了。先试看受掉敌方的查格纳尔。那这边没射中哦，有点可惜。刚刚基本上是1/3的几率哦。我们可以判断他走左边、右边或者不走位。那在敌方的蓝区呢，下一个视野。顺便把他们蓝吃掉。右边追到敌方查哥，我们是想要过去支援的，但左边我们的陷阱呢，看到敌方英雄，如果我们切进去呢，会被爆炒哦，死掉的话就非常危险。这边一边普攻一边走位哦，持续拉开距离，虚个大招。再一发，哦，直接秒杀他们的勇哦！没想到我们的伤害那么高。把你手用一个被动呢，就是我们站着不动的时候，会获得一个物理穿透的百分比效果。啊，这边有点可惜哦，被猴子吃掉我们的红。如果红 buff 在我们身上呢，会更加的强、哦。那这边找两个人。我们先狙他们一枪。OK， 抓到敌方阿杜恩呢，拉单一个人。使用大招拉开距离。
再去一发。那这边地方大箱怎么不见了？哦，他已经回家。既然如此呢，我们就来推一推敌方下路防御塔。这一局应该是我们第14场玩的百里守约，整体的熟练度呢还没那么高、哦。那这边被敌方扎干的镰刀呢，可不是开玩笑。我们赶紧叫个瞬移过墙，这边找了个蓝哦，顺便偷一偷。那这边可以发现呢，就算我们金身几乎连在一起呢，二技能还是有机会会控的。那这个查干纳尔有点硬哦，那我们先清一清兵线。然后准备清下一波。如果要提高我们二技能的命中率呢，就要多多蓄力哦，否则呢在范围内都是随机的，会随机发二个子弹。那这边怎么连法师也要吃我们的红？最后竟然被他吃掉。那可是没关系，我们以后的游戏胜利为目标、哦，毕竟这也是一场排位赛。OK， 抓敌放勇。那这边有点可惜哦，如果我们身上有红 buff 呢，是可以直接把他点死的。那尝试聚集敌方的后排，我们的猴子直接冲了进去哦，看来也是自寻死路。最后敌方大风影子普攻，大招拉开距离，再左前去普攻，成功击杀敌方刀锋。那可以追到我们开启大招的时间了，如果我们太早开或者太晚开呢，都会直接被秒杀。毕竟改版后的刀锋呢，爆发实在很高，非常高。我们打死这个游戏的凯撒呢，会召唤出三条魔龙出来哦，那个魔龙会跟我们一起推塔。我们尝试利用这个魔龙呢，这个飞龙来推个防御塔。最后敌方法师，千兵刷一枪，普攻，顺利把他带走。那我们的阿兹卡呢，也是抓得不错。这边赶紧往后拉。那注意我们自身的安全，持续的输出。这边敌方刀锋血量非常少，那越可惜没把他击杀。可这边的我们队友是打赢的，那成功击杀敌方四个英雄，兵线马上要进来，我们以推防御塔为目标、哦，先放个陷阱呢来看视野。看能否击杀敌方的刀锋，然后赶紧把防御塔点掉。OK， 顺利拆到中塔，再来我们尝试拆一个下塔。那敌方的刀锋呢，逼我们交出大招。下一波兵线马上到了，我们试看能否拆掉这个防御塔。我们二技能命中加两个普攻呢，成功带走敌方的刀锋，然后再受到敌方查根纳。这边我们要把下路兵线推上去哦，优先推下防御塔。这时候还有一波兵线呢，在这。这边感觉中路硬拆呢是拆不进的、哦，我们先把敌方三座高地塔为主。目前呢，我们还没有死过一次哦。那这边我们应该要先点塔。OK， 顺利拆掉防御塔。注意敌方的刺客，在后面持续普攻。哦，这边敌方的刺客血量剩一枪了。我们想要收刺客呢，结果被敌方查根纳尔换到。这边我们
哦，我们大招差一秒哦，有点可惜。那虽然敌方收掉我们呢，住在交换地方，高地方一塔也破了，目前敌方是三路全破，所以呢这个交换还是其实没有那么亏。那复活之后呢，我们继续的推进去。这一次呢，我们的目标是敌方的珠宝。 以刚刚那波看来呢，团战我们已经有点没那么大的赢了，毕竟敌方有勇呢这种后期大魔王。请求集合。我们看对方过来跟我们吃一个凯撒。请求集合。那这边中路兵线呢，注意到敌方的大风宝贝正在过来。那开始用大招过墙逃脱，这边成功把他秒掉哦，准备再杀他一次。 顺利把他带走。可是这一波呢，我们的猴子也被敌方击杀。以这个情况看来呢，我们队友会全军覆没。那当然呢，这边我们要偷偷做一件坏事，敢请的，毕竟我们是一个魅影特工，就是要偷偷来一枪、两枪、三枪，顺利去敌方珠宝，赢了这场游戏。 以上呢是我担任王者荣耀白领守约的三人说，要记得呢，死人是没有输出的。那白领守约呢也是传说对决的 爱书。最后呢，如果喜欢影片，请按赞订阅。非常感谢松软呢送我们的这个造型。那最后呢，我是双恩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